好，开始喽！长假营养资助计划，幸福不打烊。然后执行长，请鸣枪说开跑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起跑仪式哦。好，开始喽！长假营养资助计划，幸福不打烊。开跑！哇，谢谢，太棒了！哦，非常开心，谢谢一菲，也谢谢小朋友，谢谢校长，谢谢执行长。那么也谢谢在座所有的媒体朋友，感谢你们今天来，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发布出去，让这个赛千惠的小朋友的资助计划，还有1800万善款的募集，能够圆满的达成。感谢大家，也在这边很开心的宣告今天我们的记者会，开跑记者会呢，就顺利的告一段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如果媒体朋友。 站开有，站开，别跟下去了。不要那个，哎，台子先，台子先休息一下。动作。哎，视线左边。哎，视线好一点啊，左边哎，好。 在左边那一张哈。来，刘文忠，能不能给我一个爱心动作？爱心。对。爱心。来，左边。